就这个九节扶风，你写了没有？怎么叫九节？啊，两台双排，不能双排，你就这样，这样会吧？哎，你看就学不会，不是把这个垫在下面就歪起来了，平的，就要注意，啊，就是要平。不能这样，也不能这样，就一边高一边低都不对了，平的啊。注意啊，普通做气功都把气吸进来，保持在身体内部，这尤其是保持丹田，把肚子都鼓出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哎，气功会长 是这样啊，是普通的，恰恰错了。吸气进来的时候，肚子向后面收，胃一下这个肚子尽量收，收到瘪了，再把肚皮贴到背脊去了，这就对了。呼气出去，肚子再放出来，刚好都没办，就气功相反。所以做了自然肚子会小，即使你们大家平常注意小腹要向内收，年纪越大前面越出来了，注意一下收一下就正确了，这很简单。换句话，肚子为什么大了？肠子不行了啊，所以就有问题了。那么做这个时候，两个手有个手势，密宗叫手印子，这个手势啊，哎，只要做到就看了。你们站到记啊，你脑子记不好，最困难是这两个地方，这样做下来啊，要盘坐坐起来非常容易，这样端起来，肩膀端起来是这两个手撑直，你看大家手撑不直的啊，你看每个都弯的，撑得直吗？因为肩膀端不上去，肩膀端起啊，头缩拢了，向上端，手还要撑，就是我们这个骨节为什么撑不起来，习惯了这个骨节都浓缩了，所以那个医学里头40岁有40肩呢，这里重重的头痛啊，还有睡觉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只要撑起来撑直，那撑到这样直，这个骨头啊要直起来啊，这要慢慢练习。所以叫你们要学的重挫，没有学重挫不要教人啊，自己都马马虎虎这么教啊。那拉开这个手，不要放这儿，从边上来拉开。也有些人手太长的，但是一般人很少，三国演义上讲的刘备是双手护旗，没有这个人，有这个人那就是说皇帝之命有太像，虽然不做皇帝有太像，一般人没有的了，手长长一点点，没有长很多，举国外移自己的手臂，一般人特别强，身材配特别高的，那只好放这里了。都放这里不行了，有个毛病，你看肩膀端不起来，重要是肩膀端起来，这个头跟两个肩膀变成三字形了，你不是仰起来，看肩膀端不上去，你看端上去，最好慢慢的把两个肩膀靠到耳垂这里去了，哎，这样端起来，哎呀，这样标准。为什么？你看肺部啊，这些骨头啊，就平到的，统统拉开了，这样子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一指开了以后，这个肚子自然憋进去了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里拉开了嘛，自然憋进去了。啊，这个姿势好。现在这个会了吧？
可以了啊，知道了哈，去练啊，没有练好不要去教人。对，那自己教人，但是有些人也叫做了气功了啊，我看了很多啊，这一定你只要拉开了，老实讲，你每一天找人晚上自己这样拉开了做人，当然这个不是打坐，你把这个姿势练习做个半个钟头，你身体健康就不得了了。还不要讲别的啊，就是这个姿势，这个动作就很难啊。那么你们呢，腿放开，不要说勉强双排，这样拉开啊，就是肩膀这里动不了啊，所以这里就经常有头啊，有肩拧，肩膀拧结的毛病。完全拉开，这两个手拉直，第一个动作卸下右面，这个手这样指出来，谁不叫你别的啊，真的指出来，就用这里的力量打拳一样打出，身体不准歪，眼睛看这个手，头就转过来了，指出去，头不能歪，那个很多头歪了，头不能歪，头只能不能这样，就是这样正面的转过来，这个头呢，它正面的这样转过来，这样转过来，不是这样转过来，哎，标准这样，然后这个手还有个花样，不教你们了。免得麻烦啊，不是故意表流，因为呢，哎，手是这样转一下，你转一个圈，会不会唱京戏的手呀？不是这样转啊，不是这样转，这个容易手腕转过来到下面，这样转出去，这样啊，我都出大汗了，你看这样转一下，出汗啦。受不了，所以我最讨厌出汗了，不肯做呢。因为我现在不需要这个了，教你们每次出汗啊，你们一动，你看一拉就出汗了嘛，风汗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，不是这样啊，这样过去了，这个手一转，那这个膀子。上面这一节平的还是原姿势不动，就把这里一转一节，第二节弯过来，这个姿势很好看，你看啊，梅兰芳唱戏一样的啊，这样弯过来啊，这个肩膀首先注意他们这个肩膀，告诉他们注意松开肩膀，这里松开，这个地方松开啊，大开，告诉你注意这个手腕这里立起来，彭家宏那个对了，到底气功会长，然后这个鼻子吸气，嘴巴不要张开哦，鼻子正量吸气，吸到从右脉一直到左边的睾丸，意思啊，然后吸到肚子下里面憋，吸气时肚子下里面收，吸到不能再吸了，这样冲出来，这样会吧？吸气的时候三个圆在细，很细的吸，长是长长，慢，细长慢，吹气的时候啊。快短急，就吸气啊，慢慢吸，吹出去就这样，连到三次，吹了以后啊，你看了啊，这样吹了以后，吸，现在吸，这个手能挂下来，挂下来就不对了，肩膀手都提到了。肚子下内收，吸到不能再吸了，吹，马上再吸，再吹，
这吸，这吹，两三次，完了以后这个手放下，这样，还要配合软姿势，头转过来，啊，转过来以后，就是这一边了，这个头向这边转，打出去，那。到这边了，也是吸，吸长慢，这边去要吸到右边睾丸这里，到海底冲上脑，小张你们放纸哦，鼻涕就冲出来哦，啊，买的他们来放张草纸了，赶快喝，哎，吸三次。嗯，手的姿势这样啊，好，主要你看啊，我讲你怕你们姿势不准处就是这样，这样啊，你看这个姿势，不是这样，头是正的，这个手是这样翘的，手肘啊，至少是平的。不可以这样挂下来，肩膀这一边不能够松下，不能够这样，啊，不行的，啊，这个完了以后是放下这一边，再到中间换过这一边，也是一样打出去，这个手是翘的啊，头是这样正的，就是说把耳朵转过去，到肩膀后面，哎，头是正不正歪的啊。这样也是三次，这个气蒸来啊，到左边睾丸再上来出去，就是就刚才三百两边这样转的，要练好，不练好不要教人啊。老师，吸气的时候，肚子要往里面推，对，向里面推，呼出去的时候放松，啊，这样，然后。这里都挺出来的啊，要端出来，手都没有端好啊，慢慢练。然后这两边做完了，双鼻同时吸气，吸到左右两个睾丸交叉，这个意思懂吗？我这个话讲的，双鼻同时吸气，两股下来到左右睾丸里头交叉，到海底。然后不能再吸了，呼出去三次，哎，呼的时候头不要动，不是乌龟似的，啊，乌龟呼气的时候头动，我们不是乌龟似的，啊，是端正的，再来，啊，也是三次，对。这样三九次，所以叫做九节缝缝。你看做了都出汗了吧？啊，别吃药好吗？所以找人起来就做一次，啊，这个晚上嘛，不要到外面做啊，房间里头可以做一次，啊，这个。中午最好不要做，不过也可以，空气好一点，肚子空一点做，肚子越空做越好。这个简单的啊，我们要完全表，这样都记得了吧？记得。比一比姿势看，先是右边，左臂吸气，左臂的呼吸，这边一下，啊，好。这个手这样翘起来，你看啊，收肘，哎，对，平的。这个手要直的。那这个这一边手要直的，哎，它直不起来，你就告诉他，啊，慢慢啊。来，你不要看这个简单，要坚持每一天做是不得了了，啊。然后，第二个姿势叫保平气。宝贝的宝都要写错了，不是保龄球的宝，
宝贝的宝，品，观音菩萨手里拿正品的品，称为的，统称为意识，吸得气，马上把鼻子封锁住，不呼不吸，自己意识把它封锁住了，不呼不吸，尽量保持，就是定轨功的办法，一二，你就停几秒钟。保不住了，两个一起呼出来，然后第二口马身体被姿势不变，第二口气就吸进来了，保不住了，肚子越来越向里面收，保不住了就呼出去，冲出去，第三口气再来。吸到不能再吸，就一下冲出放松。好，这个包哦，对了，刚才王姐来讲，包瓶器的不是这个手势，不是这样放，翻过来放，翻过来啊，还是这个拿到这个手势，如果手讲成翻到下面，这样放就包瓶器。所以九阶扶风保平气每天都做的话一定健康了。知识都会了吗？讲一道看口讲，两手撑直，肩膀端起来，把头跟肩膀变成三字形啊，胸口拉开，肚子内收，先是右边撑转，头下右边转，平转，啊，以左臂呼吸气三次，再是，左手打出去，用右臂呼吸三次，啊，再是两臂同时呼吸三次，记得了。知识要练好，不练好不要教人啊，完全不要。可能保平气要不要跟他们说计数的这个？不要了啊，计数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不过这个计数很难，啊，保平气吸气进来，你平常可以练习，平常就是不管早晚了，自己要两个动作啊，啊，先讲保平气计数，他刚才提出来。这一口气古人怎么计数呢？过去修行呢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钟，没有表，这个怎么记住这个数字有多少呢？他一口气闭住，就是闭气了，鼻子不呼吸，然后手动了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三四，一右边开始嘛，二到左边来，抬头三四，这四下再算一下，等于四秒钟吧，这个四下有四秒钟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两秒钟，四下再算一下，再算一次。这个气憋在里头啊，如果有36次不呼不吸，下等的成就了。如果四下算一下，72次不呼不吸，中等成就；108次的不呼不吸，上等成就。到了上等成就的时候，就可以给人家埋在土里头。一天半天起来，好像在水里都沉到多少时间起来没有问题。据说如此，我也没有去做。啊，不过告诉你们，啊，这个手，那么平常最好为了健康起见，每天练习单臂呼吸，自己练习。平常为了健康少病。
白天用左臂呼吸，夜里用右臂呼吸，训练自己。怎么训练？我们当年训练的时候，也在做事，也在办公，为了人家看不出来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有点不舒服啊。实际上在手在封住这个鼻子，练习白天单臂呼吸，慢慢习惯了，靠意志控制了。这两个鼻子通左右脉。哦，还有一个要吩咐的，就这腹风做完了，你每天早上起来躺在床上刚醒，你就四念鼻子，双臂都通很健康。如果左臂通右臂不通，有一点小毛病，会长伤风感冒。右臂很通，左臂不通，有大病来了，要注意了。每天会训练自己，最好训练到双臂都通，单臂呼吸，夜里用右臂呼吸，白天是左臂呼吸，啊。白天跟夜里的界限。那这就不要强行了，强行了，年该强行啊，以十二个时辰，啊，下午起，啊。中午十一点起，啊，到夜里十一点可以用右臂，啊，在夜里十一点起，到这个早上十一点可以用左臂。这个年改太年改了，你们以后慢慢来。嗯，平常先摸摸呼吸，把鼻子通一点就很好了。所以这个鼻子有了，鼻窦也呀有了，就生命去了一半了。那现在赶快练好。老师啊，右边通左边不通是有病啊。右边通左边，左边不通是比较严重的毛病。嗯，那左边通右边不通是轻微毛病。右边通，我来。